啊，侧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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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们的中段要记得，我刚刚有用四股力的中段，哦，怎么样送腰？哦，我们的中段就是刚我教的送腰，哦，记得哈、哦。好，来连续动作，哦，中段喊声，哎，好，试试看我的腰怎么送出去。刚刚我已经教你们了，哦，现在大家去把它想办法去把它送出来，二，好、哦，不错，我看到有人送出来了，好，转身。好，送腰不是把肩膀送出去，送腰送腰，二，好，我要的是你们第二拳的送腰，哦，想办法，我要腰怎么送出去，三，四，好，转身，好，接下来垫步上段中段上段上段喊声，好，一次三拳，来，闭眼示范一次来。再一个三步，哎，对，连续动作来，哎，好好哦，练习这个动作，好来，用力喊声，哎，好，垫一步而已，垫一步而已，不要偷跑，不要偷跑，二，哎，三，哎，四，哎，五。好，去练习你我的腰的扭转，哦，船形运动，来回来回转。好，再来，哎，好，转身，好，现在一次四拳，哦，一二一二，练习船形，来回来回，哦，好，来第四拳弹身，哎，好，我不要求你们那个动作，要求你的腰的转动，哦，逆脊的那个长度要出来。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好，转身。好，现在练习我们刚练过的动作哦，上段、中段一个船形运动。再一个上段、中段、上段，哦，来回来回，一共有五支拳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哦，去转动腰的转送，记得我逆脊的腰的送腰，哎，哎，好，一二一二三，好，一二一二三，好来，二，哎，三，哎，四。好来哦，那个大家看一下那个 B B 眼哦，好来 B B 眼示范一次来，好，大家转过去看一下 B B 眼哦。我他 B B 眼没有在地上啊，没有很多白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下雨天当然会这样。好来 B B 眼示范一次来哦，好来，哦，大家看到了，好来再来再来，重来，来回来回来，继续来。好，来第五拳有点喊声，注意你的腰部哦，腰部的送拳，我要你逆脊的拳头够长，哦，有点喊声，哎，二，哎，三，哎，四，哎，五，哎，好，转身，好，接下来。我要你们上段上段后脚勾踢，来 B 边示范一次来，好勾踢喊声，好有点喊声，好，注意你第三只脚勾踢的扭腰，好，